家好。因为我讲小声一点，旁边有人在看小声。我们现在就是在雪梨的 New Town， 对，就是它是其实有点艺术的地方，然后其实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小镇。然后我在网络上就是有查到一间，其实应该是朋友介绍我来，他叫我来一定要来吃这个。我先照一下这个草莓西瓜蛋糕，有没有非常漂亮？上面还撒了一些就是玫瑰的花瓣，看起来就非常的可口。所以其实我们前几天就有来了，可是因为它太早就卖完，所以这次我要再来吃一次，就是再来看一个，就是碰碰运气看还会。所以建议朋友大概要什么时候几点前来？好像要一点之前要来，对，不然马上就被。因为它是限量的，就一份就是对，卖完就没有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喝个东西，结果刚英文不是很好，所以点了一杯。在那边跟他鸡同鸭讲，其实我是要点这个冰巧克力。对，然后他们有一个东西叫 chai。再讲一次，巧克力怎么念？为什么要我这个 ？Chocolate。但它上面是写 C H O C， 所以我想说直接把前面的你。啊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这个东西。对，西瓜蛋糕。在网络上现在很火红。就是，而且你看，其实里面还蛮多人的。对啊。这个东西已经被在网络上已经被流传开了，所以很多人都慕名而来。我刚只是稍微舔一下它的那个奶油，非常重的西瓜味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这个拿起来吃，拿起来吃，不然大家看不到。我先吃看看。对。我不小心把草要吃到西瓜，一层一层跟大家介绍。上面这一层是，上面这一层是草莓的酱吗？它是酱没有错，而且上面还有这个葡萄。第二层，第二层就是派，然后奶油，这是西瓜，然后奶油就是地派。可是它的西瓜是吃起来是有点像真的你在吃真的西瓜。嗯，对，非常的好吃。哦，甜甜。那它的西瓜甜吗？甜，非常甜，就整个搭起来非常的甜。Uh-huh. 就是很大就对了，好吧，我们不要吵别人，就是继续享用。我照一下餐厅环境给大家看一下。照一下店名。这样，然后长这样。所以有来的朋友就很推荐他吃这个特别的蛋糕，是吗？他其实有很多蛋糕，非常多种。先你已经吃了几口，还是你觉得真的好吃？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好好吃哦。好，所以推荐每个朋友来一定要必点这个。好啦，那继续吃咯。拜拜。拜拜。